还有好谢谢我现在无法移动。好，朋友介绍。那我先加过来。好。然后我们先加过来。好。那是现在已经来机了。好，过不了。我想要点钱。到十岁的会，八岁好。有没有在这里？有，我在那边写信过来。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很喜欢在这里坐。拜拜。那在这边有没有什么觉得政府应该可以做的？我也不想到这个东西啊。你有没有想到？江姐姐她有上课，然后到上课对，去学中文，然后到最后我比较幸运，到我过来的课就比较幸运的，就能去那边上学，然后学到很多在那边的文化，还有认识很多，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教的。要怎么跟先生啊，跟公公婆婆在那个先生教你比较好，要怎么教小孩？是在在啊，五甲镇福中心。在福中心。五个社工，五个社工是国中还是高中？那我叫先学识字而已，对，还没有算。好，学华语啊。那如果说，政府哈，因为政府的想法是这样哈，虽然来自越南哈，但是事实上越南过去。对，是也是客家人啊，潮州人啊，到越南，事实上来台湾的也是一样。原来哈、哦、有，像我是来台湾第七代，台湾的不是在台湾的，除了原住民以外哈、哦，有很多的像汉人啊，或者说后来叫做新住民，就是
外省籍的，事实上也都是先来后到，所以来到台湾，主要认同这块土地，也就是台湾人哈，就是台湾。第二代的教育，我们应该让他很正常，而且应该加强，让他们不会输在起跑线。那也要对第二代的母亲，就是刚刚来的，像杨卫红来，有更多的这个学习的机会。那这个部分当然政府在这方面并还没有做得很好，我们准备要加强。不过在加强，我们也碰到一些困难的。就是说会不会有时间，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来安排用夜间部，或者是安排礼拜六礼拜天假日的时候来上课，那会不会说我要家庭要照顾啦，公婆要照顾啦，还有这个小孩子要照顾啊，我没有办法去练夜间部，我没有办法去上体育教育，会不会有这样？你们现在觉得在你们的同伴里面会不会有这种困难？我觉得第一他自己有没有这个心去上学，然后第二他就是公公婆婆或者先生有没有让我们去上学算的。事实上，如果是国民义务教育，国家的法律是要强制。我们在台湾我们的法律是要强制说，只要国民就应该受义务教育。那这个是应该的，是要强制。那过去在这方面做不好，未来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个强制。但是这个强制就要看外籍配偶本身有没有那个心哈，因为一强制的话，大概他就比较，因为县政府，县政府或者政府的相关的公务员，他就会来比较强制来跟家长讲说，你要让我们的外籍配偶去上学，这样最好。那不过我们碰，只要外籍配偶有心，政府在这方面是依法有据来强制。不过会不会就产生说这个让有一些家长就是说公婆或者先生会不高兴，当然这个也是政府应该去协调的。我今天来刚好是借这个机会了解两位在这方面，因为你们比较了解你们其他的人他们的情形。我其实我很喜欢去上学，我等机会刚好没有人去上学，就是我们本身要也希望这样我们就可以上面也好，至少不会因为，如果说真的在做，尽大尽最大。